这个要下的，比如说是放什么样子的点缀，或者是要直接拿起色笔来作画吗？我现在正在想思考的问题是，得到这个包包的人是男生呢，还是女生呢？女生比较害羞。男生女生好。男生。那就。可乐。哦，男生有可乐哦。哦 ，OK。男生喝可乐。Leo 喝可乐。我们还有把那个热熔胶，然后把它贴上去。平常有在做手做的东西吗？不知道您有在家里平常。我很喜欢手做。对。好，那我们这个调整一下麦克风，让这个您可以更清楚的收音，但是要不能够那个挡到作画，所以要稍微调整一下下，请大家等一下啊，等一下下哦。哎，大家有没有想要的？哎，你们看得到吗？哦，你们是看到前面。你们有没有写？哦，现在有出现了。你们有没有想要的？花朵，有人想要花朵哎。不要，直接被拒绝，你不会受伤吧？没关系哈、哦，但他还直接回你，你没有想要跟那个直接名对话的，要不要？你们想要说什么？彩虹，有要彩虹、哦，他们想要彩虹哎。Rainbow，OK。其实这样说的话，明其实是蛮有自己的想法，他不会跟随别人的流行的脚步哦。因为刚刚大家异口同声的都说彩虹耶。哦，왜냐면지금무지개를높이는可是因为就是现在放彩虹感觉有一点点点点。여러분들이원하니까넣고不过因为大家都想要嘛，所以我就把彩虹贴上去了。所以设计上面其实是还是要着重在自己的那个觉得美感很重要，而并非是一辈的就是哦，大家觉得是哪一个，要搭配那个感觉。嗯，雷洪喜该不会是真的喜欢喝可乐吧？他这可乐真的摆在那边好可爱哦。您自己喜欢喝可乐吗？